下来让我们欢迎王一博，欢迎，欢迎王一博。我们一博先进行一个专区选择哈。他直接选择来到我们的中心舞台，那三个都不太符合自己平时的样貌哈。是我们要做直接路过啊，不被定义的王一博。我们一博今年有《无名》《长空之王》热烈，每一部作品他都成为我们的焦点所在，不愧是票房还是口碑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有请王一博来到中心来拍一个照吧。他的2023真的是全面开花，你知道吗？昨天还凭借电影《无名》叶先生一角入围了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新演员的提名啊，非常厉害哈。嗯，是的，他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已经成为我们年轻演员的代表。我们希望他在华语电影可以看到他更多精彩的作品。是，我们请递上话筒，让一博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啊，一博。Hello， 微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欢迎一博，再次欢迎王一博来到微博之夜。你还有什么话想送给大家吗？2024有没有自己接下来的作品和大家见面，或者一些小的期许啊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有没有作品？我不知道，还暂时不知道哈，正在计划当中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啦。那再次欢迎一博，欢迎一博，欢迎你来到微博之夜。虽然是不知道，我觉得。